寂的心灵净土，一个推崇人间真善美的心灵之窗，来自内心的每一次感动，化作一缕春风，一汪清泉，一股暖流，点燃希望，传递人间。关爱来到你身边，是因为你心中有爱，让心灵之窗与你与我进行一次心灵之旅吧。爱心伞，小家伙吃饱了没？小西是在妈妈那儿听说小林比她小两个月，小林是早产儿，小的时候只能坐在椅子上，动也不能动。在同龄的小朋友都在玩耍时，小林总是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看着，只有等其他小朋友都离开的时候，他才会一个人来到草坪前练习走路，直到上小学。同学们，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大家好。同学们，新同学叫小林，听说小西住在你家楼下，你就坐在他前面的位置上吧。是啊，怎么那么快的？我也觉得瘸一瘸的，他是不是有病吗？他是个瘸子。林子的脚不能像大家一样正常走路。小西，以后就由你每天护送小林上学和放学吧。好吧。喂，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你有个瘸腿的邻居啊？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走，踢球去。没劲。喂，你能不能快点？我还要回去给我的小鸟喂食呢。小西和小林虽然一个楼上一个楼下，可是真正的认识却才刚刚开始。哎呀，你快点，天天迟到。要不你先走吧，不要等我了。没看见你，老师会怪我的。小西，你真的每天都陪着那个瘸腿邻居啊？最近你老是迟到。没办法，他走得实在太慢了，早上要是老师没看见他来学校，一定会责怪我的。哼，走得慢还要连累别人。就是，真是个麻烦事儿。你还在等小西呀？他早走了。不是说等我学会走路，就会有很多新朋友吗？为什么会这样？小西！小家伙，快来看呐，外面下了好大的雨呢。小林子，是不是有人故意把你的伞偷了？没有，是我自己弄丢了。是真的吗？这样吧，从明天开始妈妈接送你。不要不要，我要自己上学。怎么样，他没再缠着你了吧？没有。
他现在每天走得比我还早。小哲，你说我们是不是太过分了？别想了，你现在自由了，今天放学我们踢球去。不行，今天晚上我要到奶奶家去，要到星期天的晚上才能回来呢。哎，没意思，这个周末又泡汤了。妈妈，我可以不去吗？怎么了？我去了，小鸟怎么办？他们会饿的。没关系的，我们明天就回来了。你的这些小宝贝儿啊，没事的。来，小鸟，小鸟。小西一直吵着要留下来照顾小鸟，但是还是被爸爸妈妈哄着出了门。到了奶奶家的第一天，就开始下雨，小西开始担心起来。这么大的雨，我的小鸟怎么办？它们淋湿了怎么办？一定会生病的。妈妈，我要回去，我要回去。不会有事的啊！你们一点不关心我的小鸟，我不管，我不管，我要回去。我可怜的小鸟。终于，爸爸妈妈拗不过小西的吵闹，只好匆匆离开，带着他回家了。小林的雨伞并不能为小鸟遮住所有的雨水，但小溪非常感谢他。小林子，那天对不起。没关系，走吧。我们一起吗？当然了，是老师交代的嘛。谢谢。对了，你的小鸟都叫什么名字呀？叫小小林，小小溪。我还能再救一个。我在事发后第二天赶到了重灾区绵竹，当时的绵竹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世界末日。看到眼前的一切，我几乎无法工作，就没有停过。太惨了，一片一片废墟，到处是哭喊的声音，救援队发疯一样的救人，不停地把伤员送进临时搭建的救护帐篷里。大家小心点。快快跟我来呀，那边还有很多小孩急需救援。快，我连忙扔下相机跟上了救援的队伍去帮忙，因为当时的情形十分严峻，让我不可能站着。跟着救援队伍，我来到了一个学校坍塌的现场，所看到的一幕让我永远无法忘记。学校的主教学楼坍塌了一大半，当时正在上课，很多可怜的孩子们都被压在了这片废墟下面。小心，轻点。大家小心点，注意孩子的伤口。医护人员，快跟上！来，注意啊，小心点。孩子，没事了。赵医生，有余震。
里面的人马上撤出来，房子要塌了。小朋友没事了，小朋友们别急，叔叔马上回来救你们啊，别怕别怕啊。小心一点，快冲出去，快撤，这里要塌了，快走，这里马上就要塌了，快，里面还有没有别人，快出来，等等，里面还有孩子，好，走，我们趁他拿钱把他们给救出来。嗯啊，你们干什么，不能上去，快撤回来，快快把他们拦住，要快，不能进去，这栋楼要塌了，不行啊，里面还有孩子，他们在哭，他们等着我们去救他们，我不能让你去动这栋楼的废墟，因为余震即将发生再次坍塌，再进入废墟救援十分的危险，几乎等于送死，让我再进去，让我进去，让我再去救一个吧，你听听他们在哭，你听见没有啊，这里要塌了，你们走，这里马上就要塌了，让我再救一个吧，求求你们了，我还能再救一个，看到这个情形，所有人都哭了，然而所有人都无计可施，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废墟第二次坍塌。求求你们了，我还能再救一个，废墟中的那几个孩子终于被挖出来，但是却只有一个还活着，看着那些个年轻的战士抱着那个幸存的小女孩在雨中大笑着跑向救援帐篷的时候，相信生命不息，与你祈祷一起呼吸，我看不到你却牵